什么？没有这个味道，其实就是日本女生她们最招桃花的味道。我最近有两个新欢，它是 Lux 露米可系列，它是日本就是原装搬来台湾，对，一个是巴西莓果柔顺皮，一个是这个红醋栗莓果空气感，没有细鳞，没有防腐剂。我买洗发剂一定要买没有细鳞的，一定要，而且因为以前有的没有细鳞是就很想干，对，这个是完全很柔顺又很清爽。你知道一般我们就会想说啊，零细鳞好像就是会比较涩，哦，没有，它完全没有，它泡沫是绵绵的。因为一开始它的果香味道还蛮重，就有点像我们给人家做 SPA 那种感觉，然后洗到中间就是有清爽的那种牡丹香味。洗完整个头就是会让你很清爽，然后因为我这个巴西系列，它就是洗完头发吹完就是头发很顺，是重点是隔天起来它都不会就是毛躁的，嗯，还有一点因为它对，因为它香味就是很清爽，很舒服，而且蛮持久的，持久，所以我那个枕头都是香香的味道，搭配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撩男的就是高招，高招。哎，我们来闻一下这个巴西莓味道的，巴西的洗完是还蛮柔顺的，其实你知道。巴西莓是连欧普拉都说赞的，对对对，现在好像在美国超级食物，超红的，因为现在都很讲究这种天然，而且他说是青春之果，哎，这个闻起来好夏天哦，超级，就好像度假哦，因为它有黑覆盆子，对，维他命 E。所以你就可以，因为你常染，对不对？对，常染你就可以用这一个来洗护，然后就可以做到哪尾，真的味道，洗发味道会有点不一样。可是它是同一系列，通常护发护就是会淡一点，对，它两个加在一起会更好，但是也是很莓果的味道，好香哦。还没介绍完，刚刚的超级食物是巴西莓，对，它这个超级食物是石榴籽，橘色的柚子，所以其实都是非常天然的果实。橘色的它是空气感，对。比如说头发比较细软，对，像你很细，像我很细软。然后比如说有阵子常下雨，或者是接下来梅雨季，对，就是容易塌，所以我就是会用空气感的，你就会觉得很轻飘飘，蛮蓬松的感觉，就觉得很舒服。这个我喜欢，真的，不要跟我抢，我要闻。其实我知道了，这个我知道，可是我还是哎，这个会，这个连我闻到都不想要放手。有些女孩们可能去男朋友家，那种躺在沙发上看东西、看电影的时候，你稍微这样贴一下，然后把那个发香像水一样，就把发香留在那个沙发上，然后你回家之后，你男朋友就会对你念念不忘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